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五年来，我从一名普通懵懂的练习生，到了渐渐有自己创作的歌曲，慢慢的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也有幸成为青年代表，参加了联合国论坛，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谢谢环球人物的邀请，很自豪能够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，给我们越来越好的学习生活环境。最后祝愿十九大顺利召开。近五年来是一个丰富的五年，